面对疾风吧。阿萨克，破里亚克冲！挑战者在起点处开剑出发，穿越障碍，拿到安慕希益生菌酸奶，并在开盒装置闭合前通过障碍，返回起点，最终挑战距离最远的两位成员获胜。这个门会一点点关上。懂了，懂了。大家可以选择要把安慕希益生菌酸奶放在哪个位置。不同的刻度指的是你从起点出发的距离。导演组测试的情况是最远的是34米。女生也可以？可以。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开盒装置关闭有两种标准，男生是18秒的时间，女生是25秒。18秒，真的能行吗？我没有障碍，我估计18秒跑个来回都够呛。哥还没到。拿我们的安慕希益生菌酸奶是只拿奶就行，不用拿那个玩偶吧？是的。OK， 安慕希常温活性益生菌酸奶，减蔗糖更轻盈，添加了10亿超活 LGD 益生菌，不惧胃酸挑战，让益生菌活着到达肠道。安慕希奔跑吧雪糕，用安慕希活性益生菌酸奶解锁夏天新吃法，安慕希冻着吃，健康更美味，冰爽新体验，欢迎大家享用。接下来我们就要和 MC 一起健康奔跑，展现更有魅力的自己。大家充分热身之后，我们就要来进行挑战。谁先来？雨琦，雨琦，你听我这个，你这个慢慢，对，我觉得你就顶头。深深挑战吗？31，加油，深深！你可以先来一次。周深第一次挑战31米。爬出去了。他在哪里啊？安慕希。没过去。你其实那没当你就过去。但我应该往这儿走。对，应该往这儿走。是有点累啊。下一位选手，我要挑战。30，30。加油，圈圈。Give me five。开。范丞丞第一次挑战30米。请准备。去了，去了，冲，冲！好，去去。奶呢？奶呢？奶呢？奶还没放呢。PD，PD，没有奶，干嘛呢？笑死了！没有奶，试一次。你就是不想让我好过，发现了。我跟你说，姚 PD 的素材全靠你了。我再来一次。范丞丞第一次挑战30米，请准备。加油！哎，有希望，有希望，有希望。好，往那儿，快快快快快！不准在这吹，完了，不准在这吹，去哪儿？哇，哥，哥，哥，哇，哥，哥。哎哎哎！后悔到底，我觉得那下没必要硬挤进去，何必呢？好累。顶格是多少？34。34。来吧，沙哥，上一下。34。26吧。说一个最近的吧。不知道我能不能回得来啊？
加油加油加油！下个，你不下个，你不下个，下个，小姐小姐下个，小加油！小姐小姐下个，小加油！小加油！下个，下个。你怎么？你没事吧？没事没事。我跌跌撞撞奔向你，放心放。杀个你26，都这么辛苦，这么辛苦。哥，有人在后面踹你是吧？谁踹了沙哥一脚？雨琦，雨琦，35。雨琦。32吧，35，你要个35，不是40，40，神经病！哎，55吧，雨琦，55吧，雨琦，65，65，不要保留10，78，时间100，神经病！站站，你到大莲花跑来，三十几？32，我是32吧。雨琦挑战，请准备，加油！这就32了，完了。这压力大了，这要过了后面的人不好整啊，好紧张啊。耶，好快。哎呀，这有点耽误时间了。冲啊冲啊冲，加油，你完全可以的。走那边走那边，快快回来，快点，右边右边，对，走这边，快快快快！这是30几啊？32，我感觉34都绰绰有余。你就该跑去大莲花，再跑回小莲花。25秒还是比较长的啊。25秒，我觉得你可以拿前二。我也觉得可以。但32对男生来说几乎没有可能。去吧，凯哥。那我只能32.5了，是吗？可以啊。大家都不知道我卡哪儿了，好卡，太难了，好恐怖啊！这个游戏，哇，他已经很快，我觉得我挑战不了30米，这好快啊！我觉得挑战不了30米，你玩不出，你玩不出结果，你得玩一个效果吧。33、34、34、34。哎，你34啊？啊，你34。我要试一下，你试吧，拼一下，你拼一下，拼一下。炙热的眼神，人生能有几回搏？
米，成功。大象乐乎了。我天哪！哎，拿捏了。他装起来了。他装起来了，他飘起来了，他装起飞了，已经。糟糕，被你装住了，被我装到了吧？太猛了！哇，好厉害，好厉害！看啥？哇，晨哥，好厉害，晨哥！王鹤棣，你行不行啊？王鹤棣，在 NBA 多少秒拿了18分的人？34米都跑拿不了吗？我来吧，我来吧，来一个，来一个，加油，加油！我来吧，来吧，三四，原来你给到我。那如果等一下就234，那你就必须要加三四，34.5。跳这个太重要了，对，对，这个呢，你必须得不降速度的跳才行啊。对，这个呢，你必须得不降速度。加油！压力拉闷了。抓了两下，快回来，快回来，快快快快快快快，关门了。哎，差一点儿，你就中间弟弟没第一下没抓着，对，你第一下没抓着，对，损失了起码1秒多。哎，缓口气，缓口气，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可以，来个女孩吧。34，怎么让他装上了？谁给你的勇气啊？绝望给的勇气，没准就成了呢。有可能，女生这个确实慢，你知道吗？冲啊！哦，加油，加油，加油！哎呦呦呦！好，没浪费时间，还好，还好，加油！有机会，有机会，哇！有机会，冲冲冲冲冲冲冲！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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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觉得这个个子小也占优势。雨琦，你必须再挑战了，要不就第三了。这还有距离往上的空间吗？没了吧。如果你们想要挑战34.5是可以的，我们就按照50公分往后放啊。那可以，34.5，你只能35.5了。能行吗？试一下。能行，要不然你没意义啊。真的有点难，这一秒钟都不能浪费。试试吧。张真源挑战34.5米。加油，加油，加油。算的时间好，第一个跳了一下，对，是第一个跑过去的。算的时间特别棒，
不是，我卡的那个点。哇！这个游戏现在该怎么玩呢？没想到吧？跑道做短了吧？怎么办呢？好难啊！怎么办呢？咱们这样。咱们先去玩第二轮游戏，你们再挖宽五十米，然后咱们再回来。现在34没用了，34.5。还有人要来吗？36，白鹿。我跟你们说，你们不会跑着跑着，我下次在这儿给你们拿的奶吧？太可怕了。内卷。0.5吧。好。35.5。来吧。加油！好，再见。有机会！加油，完全可以的！加油，完全可以的！有机会！冲！加速！加速！有机会！有机会！冲！设置个4名，前4名得了，这前2名有点太少了，太卷了。那我想试试35.5。行。哇，这样狼吗？不给人活路是不是？35.5。都学会了，有机会！速度，机会！速度，起速！起速！摔了一下。速度，起速！起速！冲！哈哈，周深。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小心！哇，你在哪里？申哥，你为什么每次都能消失在那个里面？你以为是我想消失吗？人被吞食了，血流在外头。凯哥来了，加油！耶！凯哥挑战36。多少？36。你只能挑战36了。我给你举着吧，好拿一点，我怕你掉下去。36米。嗯。甘左，给我一个副职位干行吗？哎，你去帮忙清理那个海绵球。把你的衣服给我。他也有衣服。升官都成裁判了。显眼包。把那个泡沫帮忙再往这放一点，尝尝，谢谢。范丞丞，从今天开始我是你的忠实粉。小猎豹。好痛！小心点！
你是不是也卡在了上回那个地方？差不多。前面特别好，真的，巨帅。36，就差我了，36就行。雨琦还来一次？对啊，不然我就第四名了。来啊！风一样的女子。加速！卡曼，快回来！好轻松，好轻松，37都可以。又卷起来了，又卷起来了。去吧，真人。36.5米，哪有点五啊？点五就得出去了。大概得这，36.5。这太远。我给你拿着。行吗？好。真人挑战多少？36.5米。36.5是什么？你一定要把第二名拉到36。真源，你不愧是真源呐！给口饭吃，真源，给口饭吃。我帮你拿摄影。你得拿这个吧。叫一个。你别掉下来啊！好。张震源准备，算了。没算对，没算对。太远了，差一点儿，努力过，够了，可以，可以的，真源，太卷了，我来了啊，不吧，你拼一下，拼一下，王克弟，你跟我是同类型的艺人，你接受吧，别卷了吧，就这样吧，为了证明一下，也要跟范丞丞刚一把。跟我刚一把有什么可跟我刚的？我一米都没有的人，你多少成绩？零，别笑我。我来吧，就这一次了，反正。去吧，36。36米真的没有这个距离，只能有人形。你只能在那儿举着。安慕希脱台。尽快集齐3张包含自己的卡牌。即可在最终环节开展秘密行动，所以这是我要第一个完成的。哇，好聪明！快快回来！有戏，可以，这可以，有戏。
咱俩不是同类型的艺人了。好，他要挑战37米了。啊，不，我不行，我放弃挑战，没有用，没有用，没有用。小哥跟沙哥先来吧。可以啊，没问题。请准备。你应该左手给我蓝色，右手给我黄色，我把老沙画成一个安慕希。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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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来呀！加油！来呀！来呀！沙哥，你在动吗？你得动啊！我动了，你快点过来吧。我说吧，你过去都费劲。我来了。玩飞的呢还飞饼。哎他扔的不哦这扔的算吗？他扔的不这扔的算吗？不算，他没了，上扔的不算，他没了对吧？哎，旁边的图啥？球啊，哎呀，有鼻子上有了，吹哨了。沙哥，你还不如一开始掉下来。我以守为攻，你不进我就不进。高手过招啊！他又扔我，不算不算，弄他，弄他！搬下去！我看他过来就想砸他，下意识的。我感觉沙哥很好欺负的样子，哎呀，这不是扔了吧？这不大嘴巴子吗？这不，3-1了。那直接就是快速连招那种。打一下就行，你这呼脸上抹腻子呢，你在这儿。你咋变成女巨人？女巨人，女巨人，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陈哥。你现在特别适合去那种就是特效棚里面拉个威亚啥的，可以把你劈没，可以把你劈没。现在特效我就没脸了，是不是？这弄不好容易掉下去。那可不，是吧？没看我这锁着呢吗？还整阴招了，分散我的注意力，你看打着了吧？打中了，打着了，打着，打着了。好，功夫 fighting。 恭喜陈哥胜出，绿巨人暂时打胜小黄人。你跟谁争取吗？我俩。这不是为我量身定制的吗？我的对手在干什么？还有一个戴了个泳帽。我的对手为什么有作弊工具啊？你在干嘛呀？我只能说，作为咱们这个奥运主题的傅园慧来了。傅园慧，我真服了。救命啊！傅园慧不就是？周深和白鹿，请两位成员就位。他来了，他来了。弄他，白鹿！啊啊啊啊啊！
能放松啊，周深呐。哟，哎呀，又中了一下。深哥，改变策略。怎么改？我告诉你怎么改变策略，让他糊另一个脸，别可一个脸糊。过了脚，过了脚。够了够了，把他踹下去，哎，踹下去也行，勾着脚，哎，勾着脚，勾着脚，踹着踹着踹下去，踢了踢了踢了，小心脸，小心脸，啊，小心脸，小心脸，啊，打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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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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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哇，真是，飞了一个，哎，踹下去，对，周深得一分。8-2，踹下去也算得分，算，推下去也算得分，对呀，对。我跟你们不打了是吧？我陆姐咬牙切齿，就是疯了，就是，好累啊，深哥最后的反抗，他气急败坏了已经，来呀，来呀。又开始了，你好像两只猫啊！机会来了！打到我了！白鹿，你今天要干嘛？白鹿，胜负欲很强啊！哇，决胜局喽！我打来！白鹿胜出，率先得5分，牛啊牛牛牛！好，厉害厉害！耶！来吗？来，来吧！王鹤棣那儿有黑色吗？有。哎呀，给他来黑的，给他涂成和泳帽一样的颜色。你要什么颜色吗？那都黑色吧，咱俩。行，可以。Black， 不 black。给我多来点，给我多来点。哇哦！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哇！太大了！郭子奇，我跟你说吧，这将是你这一趴最后一次有脸的镜头了。标题我已经给你们想好了，叫范丞丞黑脸。范丞丞王鹤棣玩游戏黑脸，范丞丞王鹤棣路跑男黑脸，傅园慧黑脸。OK， 还有正式开战之前的礼仪。好，继续。没想到还有下勾拳，原来是你俩呀！哦，太勾拳，哎呦我去！这人范丞丞黑脸，范丞丞脖子都黑透了，来脖子就长，到现在直接一点。目前3-0，请继续。3-0了，怎么得得一分吧？打泰拳啊！我现在有点无法直视他，我现在容易笑场。
好灵活、啊，脖子好长啊！我看一下，我太想笑场了。偷感好重，纯真哥偷感好重，真的。哦哦哦，4-1了，怎么回事啊？范先生，你不会让好好地一直这么干干净净的吧？太干净了。我不会录完这一趴回去不用卸妆吧？我可以直接录下一趴。小陈，你的牙好白，你不要笑，我求你。我一会儿全给你涂黑，好不好？嗯，就是我全部给你涂黑。来吧，他挑衅你，他挑衅你，侮辱了啊！侮辱？怎么还防心？来，结束了，我们要开始创作了。怕了傅园慧了吗？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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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黑的不一样了，不黑了。来来，咱俩就是互相涂。他给我一只眼蒙住了。这儿。你感觉你被墨鱼攻击了？哎呦我的天哪，他是谁呀、啊？倒是挺作，他俩。那我的天，哎呦我的天哪！来洗脸的吗？是。我的妈呀！哎呦喂，谁能显眼的过你俩吧？就说。你是谁？哎，你现在显得脸特别小。我现在啥样啊？你现在感觉被炸了。我也挺恐怖的，我好像戴了一个什么面具一样。你像那个柯南里面那个黑影子呗。我就你现在最像那个。来吧，凯哥。白色是什么效果？我很想知道。请准备。凯哥，凯哥每次发大招的前摇都特别久，都给甩没了都。勾住了，勾住了！哎呦喂，用你的腹肌，立马起来，胸肌、腹肌、大腿肌。真人走进我心里。哎，他掉了一个。凯哥厉害。哇，可以啊，凯哥好猛。不行，得让凯哥脸脏。哇，扇了一把！应该是扇。先抹到，先抹到。啊！就这样啊？真假的？怎么变着方的玩啊？那要跳起来！那要跳！哎呦！哇！现在。对不起，大
嘴巴子呀，心都碎了。对不起，让大家听到了打脸的声音。不行，是我手太短了吗？未必。比他长，你说你挑他干嘛？换个战士，直接跳起来给他一巴掌，扇他，扇他！我这啊，他这样够不着你，他绝对够不着你，他够不着我吧？他够不着你，够不着你。踩过去，踩过去。OK， 送你往脸上按，快去，快去！脚力不行啊你！快去！踢他踢他踢他，你是在搞笑的吗？我真的没有在搞笑，真的很累啊。反超了，我差一个我就赢了。人生就那一瞬间，人生就那一瞬间。恭喜雨琦胜出，那我们这一项任务的上半场就已经结束了。接下来你们五位要通过一个小游戏来决出前两名，可以获得查验其他人卡牌的机会。五个人依次大声喊出跑这个字，通过发音来吹翻桌上的洋画，成功吹翻画片最多的两人获胜。凯哥先出战。凯哥十五张，看起来不太聪明是不是？跑！晨哥吹翻20张洋画，跑！哦耶！白鹿吹翻6张洋画，好了，来吧，接受惩罚。接下来弟弟挑战。我怎么老觉得你们在后面憋坏了？他等着你张嘴那一瞬间呢。等你张嘴那一瞬间。嗯。跑！跑！哈哈哈哈哈！
可以吹，你一张都没有翻。28，28。他又第一了。哎呀，怎么我又第一了呀？不合适吧？我一个飞行嘉宾，真嚣张啊！王鹤棣和晨哥，你们现在来挑选一下你们想要查看的成员是谁，并决定是否交换。我纠结一下，我现在第一个任务就是集齐三张有我的卡片。我还是看凯哥的吧。我的牌很香啊，看来。你有我需要的，你有我需要的。看来你要赢了。接下来请晨哥进行查看。目前只有偷齐白鹿或者是弟弟的两个人分别各样的卡，那我看看白鹿的吧。我牌太烂了，说不定有你需要的，你换一个好的给我。啊，我把我的王鹤棣的和深深的和的两先给。哦，欢迎大家来到遥望 X27 主题公园。这里是遥望科技打造的国内首个数十融合商业综合体，这里通过线上商业加线下文旅全天不打烊的新模式，为消费者提供更新鲜的体验。来吧，活力满满。哎，跟泰国那个商场挺像哈。一些不开心的往事涌上了心头。装无辜，装可怜，亚逼涌中中。在这个场地内，三到五层有 A、B、C、D 四个兑换处，分别对应了四种卡组的获胜条件。在游戏开始20分钟之后，兑换处启动。当你认为自己手中的三张卡牌符合某一获胜条件时，就可以前往对应的兑换处进行兑换。如果兑换成功，就可以获得一张纯金的卡牌。哇哦，小黄金！当然，在你胜出的同时，这一个兑换处就会失效啊，就把这条路给堵死了。那不就只有四个人能赢吗？所有成员通过撕名牌来交换卡牌。交换？当你撕掉一个人之后，就可以查看被撕成员的所有卡牌，并选择是否与其进行一次交换。就一直撕？就是抢别人的卡啊。场地里有一些信封，里面也会装有卡片。小信封。一个二三，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这里是大家最后集齐卡牌的机会。喜临门加持抽卡喜运，同时喜临门推出29800全屋任选躺赢价，会躺才会赢，深睡补充状态，实力保护名牌，祝大家轻松躺赢。现在就请成员们前往各自的出发点。其实我这张牌应该挺好找的，我一看这个我就满眼的伤。兑换处不能撕吧？智取。又到了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也到了我怎么撕都撕不赢的时候。又到了热身环节，这一天要热好几遍身呢。你现在就是一张凯哥、晨哥、沙爹的三人合照，一张王鹤棣和深深，就还有一张范丞丞、宋雨琦和张真源的三人合照，我就赢了。我这个卡还行，唯一一种可能性就是有六个人了嘛，换一个深深哥跟弟弟哥的合照。当当当当，现在是三个合照，已经完成了我的任务，集卡任务。现在就请晨哥前往秘密花园，在那里你们会知道最终要完成的任务是什么。走吧，在哪儿啊？在哪儿啊？秘花园，这里面。今天的竞赛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在四个获胜目标之外，存在 X 的隐藏获胜法。任务卡就在桌子上。X 的任务是要撕掉所有成员。首先要集齐有王和弟的三张卡牌，去 X 兑换处进行兑换。兑换手套，在过程当中，只有戴着手套去撕掉别人的名牌，别人才会淘汰。那就是比如说我右手戴了，左手没戴，但是我用左手撕的也可以啊，也行啊。对，但是你揣兜里面，戴在揣兜里面。特别要提醒，在用你的三张卡牌去 X 处进行兑换的同时，淘汰你们的方式也会公布。没错，
我就是你。艾文克斯。各位同学请注意，游戏开始。这么大，怎么能找到一张卡呢？我不会出门就遇见凯哥吧？三张三星卡，与我是无关了。小心风，哎呦！没用。哎，我把白鹿的两星换掉，换成周深的两星。你换完了？换完了。我现在是个挺小的恋人，好像雨琦、陈哥、露露，我想走年纪最小这一块。海哥在哪里啊？哦，你有用吗，凯哥？有用我就走了，真的。周深一星，你要吗？我有点用，但是你看你有没有用？是一个人一二三星是吗？对，哎呦，贺若，你说一声啊，我给你不就完了吗？我要你的，一个凯哥的一星跟三星，那个二星，我本来以为他很难找，就在刚刚，因为凯哥可能被换了，然后他拿出来那个就是凯哥的两星，我的目标就是拿去吧。行，那我给你换一个啊，给你这个，我得研究研究，你研究研究吧，也是给我贴一下。我已经成了，我已经成了，在哪儿，在哪儿？快告诉我！妈呀！现在不能换，20分钟。好。哎，站点在哪儿啊？我现在比较急。把手套先找到，找到了。裤子没有兜，只有屁股兜，但这样不会很奇怪吗？他想了，我现在得去找一找其他人。各位同学请注意，各位同学请注意 ，X 兑换处已兑换完成，从现在。淘汰？什么淘汰？什么东西？没听懂。X 兑换处已兑换完成，从现在开始随时可能发生淘汰。X 兑换台？你只有 A B C D 吗 ？X 是什么？是未知数。我知道。这怎么淘汰？撕名牌淘汰？怎么淘汰？森哥去哪儿？你干嘛？森哥，让我看看你牌呗。不行，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是啥。什么 ？X 和他的帮手以获得淘汰人的方法，试图独吞所有奖。你卧底。撕掉 X 或者是帮手的名牌，并贴到 D out 区就能够淘汰。知道。哦，贴到 out 就能淘汰他。让 X 淘汰时游戏结束，
成功淘汰 X 的人。你是 X 吗？我不是，我怎么可能不是？你让我看看你牌。哎，真的不是我，你看看。沈哥，你是 X 啊？我不可能是 X。你怎么就不可能是了呢？来吧，沈哥。好烦，好累啊！我一大把年纪，刚才你刚刚跟谁撕了？我谁都没有撕，只是追逐了一下。沈哥，来吧，让我看看你的牌。你的牌都是背过去的。你的牌。我的牌。我的牌。哦。你手这么快吗？我可以走吗？你不是 X 吧？我不是，我真不是。我们可以一起对付 X。我可以看看你的牌吗？我，好，就给你看这张。把我那张拿走了。拜拜。你再给我看看其他的呗。求你了，哥。你好过分啊！这样的，你撕名牌这么厉害，你衣服怎么碎了？还有人撕，被你撕碎了，鑫哥。我最好这么厉害了，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们要撕 X 有 X。我去问一下陈哥。X 兑换处已经兑换成功，有黑衣人。陈哥。哎。我刚刚去了 X 那儿。然后呢？他上面写应该是我们当中有个是 X， 然后他可以淘汰人，然后如果他把人淘汰掉，他可以独享所有的奖品。但如果我们撕掉 X 贴到那个三楼的 out 区的话，我们才可以保证好我们的奖品。所以我们这里应该是有 X 他的同伙。不会是你吧？绝对不是。但我看你一点都不想撕我，你应该是好。绝对不是我。对，我们这里有 X。我去看一下。反正就是小心，如果有人故意就是要过来撕你，肯定有问题。然后记得保护我。好好好好。有卧底，一个人独吞，那他得撕掉所有人呢。行了，我得撕别人了。你又跟别人换了？哎，我天，吓我一跳！等会儿我把没插完卡呢，不能撕。插插插！你也是走群众路线的？啊，我去，只能走你呢？我也是。那咱们公平换一下，看看，来。那总得有个先后啊！你可以撕我。但是总得有个先后，那你先撕，你先，我看看，你牌呢？你给我看呢？这个没用，这个没用，这没用，你给我贴。等一会儿，我看看，我盘一盘。行，我给你换一张吧。行，来这张，给你。那你能让我撕一下你吗？你没用，我告诉你没用。不是，那你大概让我看一下，你让我这么看一眼行吗？真没用，真没用，真这么不君子，真没用。我告诉你，君子一下好不好？干死！苗苗姐，不会郑恺是 X 吧？哎。不会郑恺是 X 吧？有卧底，不知道呀。凯哥一点信任都没有了，这是几楼啊？哎，各位同学请注意，各位同学请注意，郑恺 out， 郑恺 out。 为什么？我该去哪儿？在哪儿？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郑恺 out 啊！郑恺 out！ 凯哥怎么被 out？ 不是，凯哥现在在哪儿呢？他为什么被 out 了？凯哥是怎么被 out 的？凯哥刚跟程程哥在一块了呀。范丞丞是 X 啊！我走的时候，反正他跟程程。天哪！你帮我检查一下，我名牌上有东西吗？没东西。我看看你的。我肯定没东西。你也没有。啊？程程，越来越像程程。我刚才听到程程喊了句“苗苗，苗苗姐”。郑恺怎么 out 了？就是你 out 的，还搁那装。范丞丞。郑恺 out。
什么啊 ？out， 他不是刚撕完你吗？啊，我俩刚换完牌啊。郑凯怎么 out 了？我，你看着我在这儿呢。对，我俩在这儿呢。你，我能把他给撕了？郑凯，你刚刚亲密接触了，他把我给撕了。但是刚才你是从那边后过来的，然后郑凯才 out 的。你觉得我能把郑凯那么快给秒杀了过来找你们？你就是聊聊就后背偷袭什么的也有可能啊。你离我远点。刚刚是他和凯哥换了牌，而且刚刚过来的时候我没跟凯哥在一块，我觉得是他。王鹤棣，我看错你了，王鹤棣。你又带身份来的今天。你刚刚是不是跟他换牌了？但是确实他撕过我，但他撕完我以后，他没有 out 呀，他没有，我没 out 呀。对呀、啊，你这样我就有点害怕了啊，你这样我就有点害怕了啊。你别，大哥，我错了，我知道你是了，你别撕我。他笑了，欠皮。雨琦，哎，你说实话，你是不是走个人？我三个三星。哦，凯哥怎么 out 的？不到呀，他跟程程换了牌。他跟程程换了牌，然后他就 out 了。啊，那是不是规则就是你跟 X 换过牌你就 out 了？那程程就是啊。我觉得他是很像。那把他撕了就可以吞四个，咱撕他吧。撕掉 X 或帮手的名牌，并将名牌贴到 out 区。成功淘汰 X 的人获得场上剩余所有奖品。咱把他撕了，然后把他名牌放，然后放那儿去。对啊，行，走。如果我们俩之间赢了，我们就一人两个，好不好？可以。玩大的。他在哪儿啊？好像在下面。在哪儿？那下面是撕起来吗？我这没有你要的牌，你换也没用。我看看，你是不是个人？我不是个人。你要谁的？我的。我没有你的。那刚刚陈哥说你有。陈哥在他陈哥那儿，他把我的换走了。去找陈哥了，拜拜。去吧。他撕我，以为他是 X， 我的天哪，我的心都要出来了，我的天哪，哎呦我的妈呀！我在这儿，唐哥和雨欣在那儿。我刚刚，他就是跟凯哥在一起。What？ 谁呀、啊？范丞丞。范丞丞，范丞丞。为什么？真的是我吧？他刚刚对你干啥了？他对我没干什么。我真的什么都没干。你问宋雨琦。一头雾水，不知道发生了。怎么这么复杂呀？什么逻辑这是？我就说怎么可能，姚碧帝会留一个毫无压力、那么轻松逛街式的撕名牌？但问题是，这个坏人他是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 X 吗？那个同伙又是怎么变成同伙的？沙哥呢？沙哥呢？这场游戏他出现过吗？不是，我为什么一直没有看到沙爹？不会是沙哥吧？我怎么看不见老沙呀？一晚上没看见他，他去哪儿了？哎，我想问。你有见过沙爹在哪儿吗？没见着，从来没见着。
我连沙溢都没见过，他去哪里了？好难哦。什么逻辑这是？啊？我看看你呢。你是不是 X？ 我不是。真的？你是帮手。我真无语。我是帮手，我刚一直追着他死。我能信你吗？你可以。你可以。啊。看看。一张我都没有，拉倒，再见。你早说你要你的，你问我有没有你的不就行了呗？哦，你还撕干嘛？所以我在这儿干嘛呢？我想找到沙爹，他为什么一晚上没有看见他？这很奇怪。王鹤棣呀，王鹤棣。啊！会有谁是 X 的成分 ？Who is the X？ 你走哪个路数？我没有路数可走了，凯哥要走我的路数。走啥路数呀？一片混账！你走哪个路数？我走个人。起开！我俩互相看一眼。如果我们俩之间赢了，我们就一人两个，好不好？可以。玩大的。请等会儿，好人。各位同学，请注意，兑换处 A B C D 已开启。再等一等。还没换吗？你现在我没换，我换不了，我没凑齐。我也没凑齐，我还是这几张牌，一样的，都行。我哎呦，都行。哎呦，啊啊啊 ！X， 没有没有没有，我都顾着呢。哦啊，你要谁？你要谁？我要合照，我可以给你看。你不是 X 吗？我 X， 我不早下手刚刚。我真信你了，我真信你，但是你不能搞我，我觉得。你放心，你放心。看看看看看，我就这个，换这个。你撕了。那我要这张有什么用呢？这张牌就是他要的牌。啊。那我可以直接去提交了，是吧？你可以去提交了。谢谢陈正哥。哥没骗你吧？我抱一下，你不撕我哈，真不撕。我现在撕你没用，不怕。我没用，但你别撕我。当你认为自己手中的三张卡牌符合某一获胜条件时，就可以前往对应的兑换处进行兑换。今天先这样吧。我的 pose 都已经摆好了 ，MVP 结算画面。耶，带走。我觉得。已经换了金卡了。哦，露露，那其实对我来说是有利的呀。如果我要按年纪小的话，你走，我是最小这一块。我要赶紧兑换。两个露露，一个虞姬。
现在是个挺小的猎人。失败，那看来就更有人跟我撞路子呀。哥，那你能让我看一下你的牌吗？你要王鹤棣的吗？其实我有点想要王鹤棣。哪张？这一张。两星。嗯。两星。嗯。你有他三星。嗯。啊！原来真在你手里。开玩笑，你刚才看到了没有？但是我知道三星在哪儿。在哪儿？我又不能告诉你。你这样，你先把这二星给我，我带你去找三星。你确定？我确定，我真带你去找三星，我知道在哪儿。OK， 先把这张二星给我嘛。那我给你换一张这个先。行。然后王帝的三星呢？王帝的三星，王帝三星在你手里。遥远的天边。是不是？啊！你真是耿直！怎么说？是他吗，权哥？啊！这小子！各位同学请注意，凌晨到，凌晨到。我得找个牌子。撕过我名牌的人只有一个，就是范长长，就是范长长。如果是撕名牌 out 的话，唯一一个撕过我名牌的人。李晨 out。好的，神秘任务。这是一封神秘人 X 给你的亲笔信，请你查看。啊！搞什么？一起勇敢的案，我在秘密花园等你，我的好兄弟，川星。天哪，你居然有身份！你知道了吧？被我收编了吧？怎么说？逮喽！跟着我干票大的。怎么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听他怎么说。由于你是今天第一个在录制过程中撕掉他名牌的人，所以你成为了他的帮手。是不是得找一个撕名牌实力强劲点的人？比如什么凯哥呀、陈哥呀。但是我觉得跟陈哥配合的话，我觉得会更默契一些。我又可以换人牌了，告诉四爷，告诉你，没啥想演。嗯，好，来。这个厉害。六周黑化，黑化，彻底黑化。耶！哦，我帮你抹那个。Oh my god！ 没有，你说够不够意思？太够意思。上次你卧底的时候那么等我。我就是让你当我队友，你就说我这格局打没打开，哥们太大了。X 与帮手的秘密行动，淘汰在场所有成员，淘汰成员的方式，集齐三张包含 X 王鹤棣的卡牌。我刚才把那张给扔了，得亏我有三张。然后前往三楼的 X 兑换处，三楼兑换淘汰对手的道具手套，一手套。戴手套是你的，是一个破折号，是个杠。姚一天一手套。我就是 X 的助手。
戴着一一手套的 X 助手。你先走。知道一个信息吗？你都看到我的牌了，真没用。我看一眼。那 out。你先把这二星给我，我带你去找三星。我知道在哪。OK。谁把晨哥淘汰了？什么情况？谁？范晨晨。等等，现在是我单挑 X 和他同伴是吗？这合理吗？现在甚至已经摄像多到两个人来拍我了，这合理吗？又是范丞丞和王鹤棣，我要躲着他们俩。现在是啥啥？我现在想死。哦对，还有沙哥。跟沙哥会同生，然后找沙哥。你去那边，你去那边。沙哥，我从头到尾没看到过他留在哪。屁崽们，我戴着一一手套呢。他们连一条漂亮的卡牌都没有。或者再找一张绿轮逆星卡也可以。可是他们俩能走吧？只有四层吗？没别的地方了，只有四层。C 在那儿 ，B 在那儿。去吧，一人。D 在五楼。行。那是什么？哎，那是什么？王鹤棣出现了。对，
来那就是周深，抓他去吧，搜搜。我在这边，我从这边。行。我知道你是谁，我们出去，不要在这，不要在这，我们出去。你先放手，你先放手，我们先在那去。你们两个这，就他一个人死一个。哎，搜搜他，哎，搜搜他。我应该继续躲着。那老头呢？周深啊，还有一个，还有沙哥，从头到尾没见过这人。沙哥是不是回北京了？知道。厉害厉害，真联手了你们俩是不是？在哪儿？我就听着一个个的被你们俩都给 out 了，厉害厉害，玩的三个啊！吓我一跳，吓死我了！一二三，李晨的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厉害厉害。但是你名牌哪儿去了呢？名牌在呢。名牌在呢。在。反着穿的呀，厉害厉害，确实佩服你这玩了一个金蝉脱壳，真是没找着你，今天一晚上都没找着你。嘿嘿，你是坏人？我不是坏人，我是好人。耶 ，Give up！ 耶，我太相信你了。啥呀？就是弟弟是 X， 帮凶是范丞丞，我是那个 X， 然后呢，范丞丞是我的帮凶，我是帮凶。哦，我们其实分析出来了，但是那个时候还知道了所有的规则。恭喜 X 获胜，豆瓣高分，豆瓣高分，我给你。同时也恭喜张真源和嘉格集齐获胜卡牌，恭喜。他赢了。原来你一开始就对了。沙哥好牛啊！
这是跟上一期是上下集，都是一躲猫猫的。我就是活得太高调了，我天哪！所以接下来为获胜的成员送上你们的黄金奖品和独家举动。哎呀，谢谢谢谢。那今天我们的卡牌竞赛胜负已见分晓，但这期节目的出发点更多的还是想通过卡牌这种在年轻人当中非常流行的载体来记录收藏我们在奔跑吧共同经历的点点滴滴。大家身后就是我们这一次特别推出的第一批 Running Card 典藏卡的全套。当然我们也为在场的每位成员都准备了一套奔跑卡。哦，啊，都一样。你还要啊？这个是给孩子留着呀。给孩子那俩孩子新卡都有了，人是典藏卡。哇，这个可以。哇，我一看就是我耶。这张照片凭什么是两颗星的？晨哥哭泣的照片。这张在乾坤湾，印象深刻。哎，联合国发言，联合国。Welcome, Mr. 郑凯。I believe we can all make a difference in this world, starting with saving bottle of water.这个，一三九的来源啊，不是一三九克。那天是第一次赢了我，从那天以后反复的赢到现在。这张太经典了，我要拿回去裱着，陈胜哥的究极体。我们现在就装到眼漫内的都没问题。一条水产鱼，这一身是老头衫吗？今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拔火欢迎。同学们，有人加入数学社吗？好多呀。可以，这个东西留50年以后再拿出来，绝对值钱。谢谢，我觉得这个比黄金值钱。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集体回忆，而卡牌就像照片，让回忆能长久流传。它不仅定格了独一无二的瞬间，还珍藏了收集卡牌过程中的快乐和惊喜。对于成年人来说，集卡是童年的延长线，也是悦己的新体验。每一张卡片就像生活中的一个个瞬间，无论酸甜苦辣，每一天都是值得收藏的限量版。我们也希望继续和大家一起肆意奔跑，无论